该其实你七十了，七十岁了啊！但你是泰国人，泰国人。现在中国啊，北京发展的很快，改变很多很多。我们在夜市买东西，路过一个烤肉摊，店主是一个小姑娘，很健谈，于是我们便跟她闲聊了起来。这一聊才知道，原来这姑娘啊，她老爸年轻时候在台湾生活过，中文说的超棒，还有一股浓郁的台湾口音。于是我们便采访起了她老爸。先生好，你好，好，你女儿。是，他说你在台湾生活过。啊，以前在台湾。现在在生活多久啊？我很久了。很久。啊，以前年轻嘛，但是二十多岁。那你是泰国人？现在其实你七十了。七十岁了。啊，但你是泰国人？泰国人。多久了？啊，我们中文好棒啊！中文好厉害，中文好棒，中文好棒。我们是那个北京，北京过来。哎，今天第一天到这个班上，第一天，对，就来了这。欢迎你们啊！欢迎你们来。欢迎啊！我们也欢迎你们来北京，欢迎你们。哎，有机会去。对对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。现在中国啊，北京发展的很快，很多很多很多东西，很多很多东西。我女儿常常去。是吗？去北京做生意嘛？去北京？不知道北京，到中国那边。到中国那边去干嘛？做生意嘛。做生意啊。买那个汽车的东西。买汽车东西。哇，那好像很赚钱啊，感觉。赚钱。那这个是做这个小，做着玩。其实没有什么事做，来，就来玩儿，来玩儿。行，哇，今天幸会。对。我不打扰你们，我们继续去拍东西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。谢谢吗？Couple club for men is club. You are men club. Club. But if I say car. Car. I'm learning. 希望大家点击关注，多多留言和我们互动，记得要及时收看我们的最新视频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